各位神长、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晨！我系今日圣母进教之后瞻礼庆祝会嘅司仪阿涛，我系阿琪。唔知咁多位同学仔记唔记得每一次庆祝会之前都会做啲咩咧？我梗系知啦，等阵会睇话剧噶嘛。你唔好咁心急先啦，睇话剧之前都要唱下歌噶嘛。系，咁依家先请各位起立，一齐唱校歌。请各位就座。话说阿琪啊，呢排好忙啊，我都冇点留意世界各地嘅疫情，仲有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嘅战争，都唔知依家搞成点咧。唉，未都系咁嘅样。其实你觉得我哋呢一代人会唔会经历打仗咧？我觉得应该好难、啊。澳门系福地嚟噶嘛，而且我哋呢一代人都有受到过教育，一定唔会无啦啦仇恨其他种族。更加唔會挑起戰爭啦。但係喺世界各地，依家都仲有好多人受緊戰爭嘅折磨㗎。坦白講，我哋身處喺冇戰爭、冇疫情嘅地方，真係好幸福。不過咁樣唔代表我哋就擁有真正嘅和平。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到好多社會問題，好多紛爭、漠視、讥笑、謾罵，大家都好似少咗一份關懷別人嘅力量，只係著重喺自己嘅利益上面。你又講得好似好啱喎，但係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學生，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啊？咁你就要留意一下我哋高二一班同學仔為大家創作嘅故事啦，睇下戰爭殘酷嘅一面，一齊反思一下日常生活入面可以點樣身體力行，為真正嘅和平一齊努力啦。好，依家事不宜遲，即刻為大家送上我哋高二級準備嘅話劇《是我作你和平的工具》。爸爸，我哋一齐跑过去啦！唔得啦，我行唔喐啦，你快啲，快啲跑过去先啦！爸爸，我孭你过去啦，妈妈已经离开咗我哋噶啦，我唔可以再抌低你噶啦！我哋两个都受唔到噶啦，爸爸。咦，你哋系喺戰區走嚟噶？系啊，先生，我哋系難民嚟噶，你快啲帶咗我仔過去人道走廊先啦。咁你？我唔得噶啦，你救咗我仔先。
你哋睇下，雷锋嘅杰作啊！咩事啊？阻咗我瞓觉，睇下先。哇！报告告得个50分嘅，唔系啊嘛？阿生真系扣你分噶？我哋份报告迟交一日啫，老师真系扣我哋分噶，一日最衰过雷锋啦。系咯，佢已经乜都唔做噶啦，只系叫佢编饭出嚟，居然话编头坏咗喎。咪系咯，编头坏咗都要出声噶嘛。你哋识佢功咯？唔知佢哑嘅咩？我哋见佢系插班生，咩人都唔识，好心拉入我哋嗰组，都预咗佢会做好多嘢啦，但估唔到做报告嗰阵时。问佢嘢，十问九唔应啊！净系顾住望实部手机，一啲团队合作精神都冇啊！唉，怪叫我哋咁有同情心咩？搞到而家份报告得个50分。唉，你又唔好讲得咁过分。话晒佢都系啱啱先嚟到呢度啫嘛，可能好多嘢唔习惯啫。同埋班长，你又唔系佢哋嘅 group， 乜都唔知，唔好插嘴啦。明明大家一開始都好熱心想幫來福噶，大家都是同學，抬頭不見都低頭見啦，費事成日面阻阻啦。班長，你都要看清楚啲噶，而家唔配合的是我哋咩？你睇下佢成日趴喺度，抬頭低頭都不見啦。喂，想走？我係講緊你啊！大家睇下，大家睇下，都話佢扮嘢噶啦。喂，你去同阿 Sir 講，嗰50分係你一個嘅，叫佢俾翻80分我哋。榮仔，你又冇咁大諗頭，我份報告做咗好耐好耐先有80分啫。咩咩啊？講佢唔使賠償我哋精神損失費噶。思明、阿敏，你哋話啱唔啱啊？冇錯，阿榮話幾分就應該幾分，我哋冇異議。雷福，你咪同我扮呀，你识做啦。想走啊？哇！插班生打人啦！插班生打人啦！停！做咩事咁嘈啊？史老师，你睇下雷福打人啦，打我跌低咗啊！系啊系啊，荣仔俾我打我瞓低咗啊！荣仔，你冇事啊嘛？史老师，好痛噶。咁啊唔使，不過我要求見校醫。卓奇扶翻佢起身先。校醫，咁啊，咁你扶佢去睇下校醫先。好啊，好啊。揾來福傾下。你去睇校醫咯。來福，你做咩打人啊？我司徒 Sir， 其實唔關來福事嘅。班長，你好似知道啲嘢。咁佢咁又唔係幾好嘅。班長，你講到好似唔關來福事咁，即係上降個事實俾我知啦。快啲講啦。咁根據我嘅觀察，佢哋對來福其實有啲意見嘅。有咩意見啊？我諗我知道點解佢哋歧視我係難民啊嘛。唔係㗎，我哋冇歧視你㗎。是班長你，不是你們。我知道大家不是很接受到來福的。我明白的，阿 Sir。不說著先了。喂喂，來福，說得好地地，那就走了他。司徒 Sir， 很明顯是你嚇走了來福啦。我？那你身為班長，你就快點出去追快回來吧。我？唔通我啊？掛笑啫，我等一陣仲要睇下榮仔有冇事。Thank you.
來福，來福，是我啊，班長啊，你開個門啦、啊。班長，你係嚟想叫我翻學噶？你唔使嘥氣啦，我唔會翻去噶。班入邊啲人都唔中意我嘅。唔係咁嘅，來福，我同司徒 Sir 都會幫你噶嘛。算啦，班長，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哋啲難民都係俾人歧視噶啦，你都係走吧啦。你試都唔試又點知啫？話唔定真係好有用咧，你都知㗎，司徒 Sir 好多計仔噶嘛，你放心喎。嚇，司徒 Sir 啲嘢你都信嘅？你唔信佢都信下我啦。你開門先啦，而家咁樣對住對門講嘢，好尷尬啊。唉。咁你終於肯開門了咩？嚇、啊！你又笑得出嘅，又話尷尬嘅。尷尬先要笑啊嘛，笑笑下咪唔尷尬咯。乜嘢理論嚟㗎？都唔知道你講乜嘢。乜你冇聽過笑一笑，世界咁美妙咩？嚇、啊！班長，而家呢個年代，你仲講啲咁老土嘅説話嘅？笑真係好有用㗎，仲可以帶嚟好運添。再加上有我同司徒 Sir 幫手。絕對可以令你融入我哋班，再冇歧視嘅問題。嚇，係咪真噶？信我啦。唉，你啊，實在係太幸福啦，根本就唔知道乜嘢係煩惱，笑梗係笑得出嚟噶啦。咁你又唔可以咁講嘅，只可以話我家教好咯。唉，曬命。唔係噶。雖然我親處係小康之家，但我父母冇縱容過我噶，要鬧就鬧，要讚就讚，所以我都識分是非對錯嘅。同埋我爸爸講過，遇到困難時要積極樂觀面對。唉，你講就易。你啊，既然咁好彩嚟到呢度，就要笑下啦。人生唔開心嘅事成日都有，如果你一日到黑都攬埋塊面，又點會開心呢？唉，真係服咗你啊！乜嘢都可以往開心嗰度諗嘅，所以我咪成日笑咯。但係我真係笑唔出喎。教你個方法啦，我哋可以去揾聖母媽媽傾偈，有啲咩煩惱我都會同佢講噶，講完就開心翻曬啦。同埋我記得有次周會堂嘅時候，神父講過，我哋遇到困難時，除咗以用力諗辦法解決之外，我哋仲可以去揾聖母媽媽傾偈，佢會為我哋轉禱噶。嚇、啊，真係噶？下次帶埋你去聖堂啦。嗱，你話噶嚇，一言為定。一言為定。恐怖分子唔见几日，哇！你哋讲佢系咪退学呢？退咗学咪好咯，费事累人累己啊嘛。咪系咯，佢退咗学，我哋咪咩事都冇咯。咦？你哋讲紧来福啊？佢其实唔系咁噶。嗯？听你那么说，你很勇哦，啊？喂，你哋做咩啊？冇嘢，冇嘢。等啲，等啲，等啲，等啲。唔好睇先，上堂啊！唉，得啦，唉。嗱，喺今日上音樂堂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網上嘅真人真事。即阿 Sir 講古啊嚇？係啊，想唔想聽啊？唔想聽喎，司徒 Sir 阻住我睇書。唔想聽我都要講噶啦。就喺上個月之前咧，有一個外賣仔送餐嘅時
隻腳同埋隻手都損曬，好慘。但係佢仲有一單仲未送出。喂，係咪林生啊？你哋嘅外賣到咗咯喎，不過啱啱炒嘅車行都行唔到，你哋可唔可以落嚟幫手攞個外賣啊？唔好意思啊，哥仔，其實我哋都唔係好得閒嘅啫。喂喂，唉，有幾唔方便呢？哇，個阿伯真心唔掂咯，俾嗰少少錢就想洗死人，如果係我，一定唔會送俾佢哋啊！咪就係咯，人哋都話咗炒車啦，人哋炒咗車都送到你屋企樓下，叫你落嚟攞啫，咁都唔肯。喂，大家咁激動嘅，好有同情心喎、啊。好啦，等我講埋個故仔先啦。外賣啊？邊個啊？嗯？邊位啊？外賣。哦，我嚟緊啊！哇！乜你真系咁伤啊！哇，快啲入嚟坐阵先。哎，老豆，攞个药箱帮你消毒啦。喂，唔使咧，唔使咁麻烦啦。同埋公司唔俾我哋入屋嘅。唔怕啦，我哋唔讲，冇人知噶。入嚟坐住先啦。啱啊，坐阵先啦。真系唔好意思啊。你成身傷曬，叫你拎外賣上嚟。唉，早知道我就去睇下隔離屋嘅陳師奶得唔得閒，幫你落去攞啦。小事啫，冇事嘅。唉，最衰都係我啦。做地盤嗰陣唔想整親咗只腳，我哋住呢棟樓啊，連 lift 都冇一部，真係冇辦法落去攞啊！但估唔到你受咗傷，都仲可以為我哋兩父子送外賣。如果冇你咁敬業嘅話，我兩個今晚就連餐飯都冇得食噶。係啊，係啊。嗱，呢度係啲錢，你攞去睇醫生啊。唔使咧，唔使咧，真係。收咗佢啊！受傷呢幾日，你都做唔到啲乜嘢噶啦。攞去睇醫生。健健康康再翻嚟做嘢，咁咪好咯。但系你个仔佢都要前睇医生噶喎。边个有需要，咪边个用住先咯。我个仔有工伤赔偿，你唔使咁担心佢喎。啱啊，嗱，你都系攞住佢啦。系啊，故事就系咁样啦。身为佢先离场。咁各位同學，你哋而家嘅睇法有咩轉變咧？傷成咁，唔應該去睇醫生咩？仲送外賣，揾命搏啊！唉，呢家人真係慘，行政衰運，估唔到想食餐飯都會咁難。咪係咯，如果送外賣嗰係我啊，就算啦，我跛咗只腳，我都會送上去啦。阿文，你竟然會咁諗？但你頭先唔係話用少少錢就想洗死人咩？你係堅決唔送嗰個喎。切！我嗰陣時都未聽曬成個故仔，我點知啫？阿文講得好啱啊！有啲嘢我哋未睇清楚咧，係唔可以亂咁下定論。就好似大家對來福嘅睇法一樣，有啲嘢就係見到一面，而忽略咗去了解事情嘅全部嘅。嚇、啊！阿 Sir。你講咁多都係想叫我哋同來福玩啫，但你有冇諗過我哋嘅感受啊？佢又唔合群，仲搞到我哋報告炒添，仲要打人啊！我哋先係受害者啊！你哋有冇咁樣同來福好好傾過啊？喺做報告嘅時候，佢因為望係咁望住部手機，係因為紅十字會嘅職員嚟通知佢。佢爸爸嘅骨灰已經運到嚟呢度，所以佢先要咁迫切留意住自己部手機，睇有冇新信息。嚇！原來佢爸爸
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他已经成为了孤儿，你们竟然还要这样虾他。那我们不知道嘛，他平时又不肯出声说话。这样用不用给个麦去说啊？阿 Sir， 说一下，其实我们最一开头都没想过要故意去孤立他，排斥他的。那你现在了解整个事实之后，你们是不是差来福一个 sorry 呢？班长说得挺对的，不过不知道他们又肯不肯呢？当然可以啦。眨下眼要放暑假了，明年就轮到你毕业了。喂，你听不听到啊？暑假欢迎我啊！你们又不要这么开心住，下年我就升上高三毕业班了，是时候拿点时间去想想报什么大学和学科。唉，班长你用不考虑啊？嗱，你想想你成绩这么好，保送的位置一定有你份的。我哋就梗系要慢慢咁样去谂下，点样去 enjoy 我哋嘅暑假啦。你得一个二个啊，一考完试就好似而家咁样放屁，做啲有意义嘅嘢好唔好啊？我好有意义噶，你哋睇，我啱啱仲拉咗篇文章添。乜嘢文章咁劲啊？你居然会去俾 like？ 就依篇咯，有几百万个赞，几十万条分享，我都系跟紧潮流啫。咩嚟噶？你知道我唔知嘅。唉，班长都话你啊，唔好日日望住本 book， 又点会睇 Facebook 啊？好嘢嚟噶，让你看看。咦，一个难民嘅事实。Through the roadblocks or checkpoints was indeed a challenging part, you know, just at the time of the war, because Ukrainian soldiers, police officers scrutinized your identity, belongings, even the things you carry your vehicle. Even though there's a sign saying that you are from the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it's still the same for you. Avoid any possible spying tools or any personnel, no stress for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доехали.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Открывай ее, Таисия. Аккуратно, аккуратно, аккуратно. Вернись для перевозки. Ну, вот так. И завтра опять. Давай, довезли, да? Вставали, шкодували, перемивали, дивилися, ми там, ну, давали судороги, діти в дорозі. Уже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начали отличать звуки сбитой ракеты, звуки артиллерии, звуки бомбы, которая падает. Пустая дорога и такая во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мишенью в пуст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 мигалками идешь, то вообще... Да,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с мигалками, да. Ребят, у вас должна быть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позиц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е стыдно было вашему поколению смотреть в глаза последующему поколению. И как вы детям своим потом об этом будете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Если мир нормально отнесется ко всему,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ймут, что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связанная с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ью, то, думаю, у них будет все хорошо. Thật ra,有人在生死的關頭,願意用自己的生命為了大眾的利益。咦?作者叫福? 民間的英文? 咦? 他寫的東西都挺貼地的。就是咯。寫篇東西更貼地了。現在的世界,疫情立立亂。這些國家又用自己的利益來打仗。受苦的都是人民啊。 嘘! 來福在這裡的。 哇! 來福, 你好厲害啊! 原來你就是Frog啊? 原來你就是Frog啊? 你篇文章令我好感動啊! 哇! 你們都知道了? 本來我們都不知道的,但我看到你篇文章上面有你的個人簽名, 那我們現在就什麼都知道了? 這麼快就被你們知道, 都有點尷尬的。 其實我想將那些有關戰亂的新聞分享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知道和平的可貴。我更加希望的是大家聽到其他地方打仗的時候,沒什麼都不理,都沒有件事這樣,而是珍惜這一份得來不易的和平。所以這個是我的志願,我希望可以獨傳播,將來做一名戰地記者。我明白了,其實所有人都有責任成為和平的工具,負責宣揚和平。我們可以簡單一點,由關懷身邊人開始做起。 但是我覺得你不需要做戰地記者,這麼危險。在戰地生活的人,就更危險。我曾經因為戰亂,所以成為了難民。還有,他們人沒有親人,沒有家庭,
仲要被迫离乡背井，所以我希望可以关注一下那些受到战争祸害的人，一起做和平的工具，可以去做和平的工具，所以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讲得好啊，来福，只要你坚持你的理想，不要气馁，我们都会为你的理想祈祷的。同埋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嘛。我相信大家只要和睦相处，就可以减少到冲突，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到解决。我希望可以以笑容作为和平的工具带去战地，帮他们重拾笑容。好，各位同学，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各位，你们是不是？是。天父，多谢你让我来到这个和平的地方，有一班愿意接受我的朋友，这些都是爸爸牺牲自己给我的机会。战争带给我的是国破家亡，夺走了我的家庭幸福，我以为我永远都没可能再找到快乐。但是你安排了一班好朋友陪伴我，他们对我的关怀和付出，让我明白到任何人都可以做你和平的工具。天父，求你继续护佑我，让我将关怀和笑容带去战地，用笑容包裹战场，温暖难民。来福从小就经历战乱，即使之后可以去到安全的地方，但都依然受到同学的排斥。幸好到最后，来福的同学都愿意帮助他。是啊，虽然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不会有能力解决现时各地的战争，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身体力行，让自己成为和平的工具。讲得很对啊，希望各位同学仔看完这套话剧之后呢，都可以放下同学之间的偏见，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人。而我们这套话剧只可以顺利完成，要多谢这么多位老师，分别是李联胜老师、龙允清老师、李桂妹老师、陈永强老师、黄小兵老师、许燕琼老师、林佩霞老师、高美思老师、黄柏晴老师、杨晓芙老师，还有帮我们化妆的谭淑霞老师。咁当然唔少得台前幕后一班好同学啦，少咗佢哋，今日嘅舞台就唔会咁热闹。等我哋欢迎以下咁多位同学。首先系负责道具组嘅同学，佢哋分别系林文宇、方彦文、陈俊浩、梁锦富、叶家豪、游志谦、杨维坤、欧阳子贤、李佩林、黄海琪、侯杰伟，以及系佢哋嘅组长卢腾权同学。之后就是负责财政的何孝文同学，跟住轮到后台组，他们分别是高海谦、黄博轩、浩晓生、黄旭浩、陈文熙、林柏熙、苏显能、黄晓南、曹云飞、黎明轩、刘海杰，以及他们的组长谭海俊、林石，以及是黄家熙同学。多谢晒。之后就是帮我们负责灯光音响组的同学，他们分别是邓晓峰、陈显生，和他们的组长陈永熙、李乐文。之后轮到我们的演员，包括有饰演林伯、小林和爱买圆同学仔，他们分别是邓子聪、麦子谦以及陈学宏同学。之后是饰演来福爸爸和红十字会人员的同学仔，他们分别是欧阳家熙以及黄家伟同学。之后就是饰演司徒 Sir 和一班同学仔的冯子日、李元珍、冯家浩、陈日朗、邓泽南同学。跟住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主角了，分别是饰演班长和来福的方孝文、杨子杰。之后就是思怡、黄海琪，即是我，和我的拍档吴永涛。
當然啦，仲有為我哋編寫劇本嘅編劇組同學，佢哋係梁子健、郭君明、劉偉希、邝伟霆、黄伟轩，同埋佢哋嘅組長周君燕。最後亦都係今日嘅三位靈魂人物，我哋嘅三位導演，佢哋分別係鄧澤林同學、范俊奇同學以及蘇永賢同學。我哋以最後嘅掌聲再次多謝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同學，多謝曬。